穿好衣服啦，穿好衣服啦。哎呀，哎呦，没有看到吧？有啊。您现在收看的是关晓雯频道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，给我们更多的鼓励。整片即将开始喽，阿姨出太阳了，最后一天，想说还是可以吃个饭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在附近渔港，扎扎奇，扎扎奇，再讲一次，扎扎奇，扎扎奇，然后海鲜市场，然后我们现在你要负责选餐厅，不好吃就你负责。然后也要看能不能杀价，因为我怕他现在点，现在点，怕有一些太贵。这边有一些什么活章鱼啊？你突然瞬间变很没耐心哎、欸！没有啊，他们就是他被就是被哄骗，然后自以为怀疑自己，这样有点不假。对，哈哈哈哈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 ，Let's go。你们都要坐东东哥哥中间哦。不好意思，是一个孩子王。哇，东东哥哥。哎，你们叫东东哥哥叫他什么？可爱哥哥。哈，可爱哥哥，昨天不是那个吗？什么二？我嘞。什么二哥哥？哈哈哈哈哈。啊啊，他是谁？他是什么胖什么哥哥？胖。没有啊。他不是胖二哥哥吗？是啊。你说他叫什么？点餐时间，螃蟹、烤鱼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螃蟹。你要吃什么？吃螃蟹。我要吃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糖果。我们来这里，你要吃糖果。还是点一个这个章鱼汤海鲜锅。可以啊。一个。你要大多少？中的吧。OK。那medium。你觉得这里扎嘎奇市场跟鸡章差在哪边呢？鸡章因为其实这边很像开在市区里面给观光客吃，可是其实鸡章是远，然后但它是真的海鲜就摆在那边，对，菜市场的感觉。门口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拍照的地方，鸡章比较多，鸡章东西比较多，而且感觉呢，我就觉得还好，我们先去鸡章。对啊，他觉得鸡汤东西真的很，鸡汤很甜，而且很螃蟹很大。这里其实看不太到螃蟹。我以为这边是很多人。人多的，可是没有那种叫法。我在鸡汤的时候，那个路边的阿姨。我们真的是推荐观众看了我们这个影片，可以赶快去逛逛 IG 看一下鸡汤市场到底多丰富。真的，虽然搭地铁比较久，就不像这边可以直接去逛南门。哦，对，那还是其实蛮好的，方便性跟买时间啦，你要试试看才知道。现在有别人在这里，你现在算是小解脱哎，平常我在干嘛？再来，哇！你要先坐下。那你放好了。你刚学校必考没有吧？我哥哥不喜欢这样子打。你还对着他，他不喜欢人家这样子。下次还要这样子吗？充实性这个。我不要。怎么样？最爱沙头的蜜。沙头给我，是沙头吗？他没有错。啊，里面那么薄，你看。哇，好烫哦！如何辨识新鲜的虾吗？哇，不是，是它剥壳的时候滑不滑？哇！不要剪，我们再来。够滑的。这是什么？烤鱼。烤鱼。它这个还算滑。我要吃鱼眼睛。好，你等我们一下。你喜欢吃鱼眼睛哦？吃鱼眼睛会变聪明。哦。没有，不对，各位。怎么样？新鲜的虾。
Q 吗？ Q 吗？这个有点脆，听起来会脆脆的。好棒哦！嗯，哎，这个烤鱼烤得很赞哎！哇哇哇！哎，是没有刺的吗？应该中间是大片的，在旁边那边。你要吃眼睛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怎么样？很有刺哦。鱼眼睛没有吧？鱼眼睛没有。我看烫不烫？还可以。上面抹过一层盐巴。嗯，真的哦。还有香脆。好赞哦！哇哇，那个哦，好像是干贝的。我们刚刚看的那个，我觉得都没得吃。很好吃，可是吃不出的什么。因为有韩国的那个香油，就是芝麻油。哦，海苔。对。胡萝卜，好像有一点青椒。我应该是小黄瓜。是吗？这种胡萝卜我敢吃。应该小黄瓜。如果说你是想吃那种蟹膏，你也可以点蟹膏的哦，就是可能要点螃蟹，因为我们没有蟹膏。好可惜，他刚点了，有事我们就点螃蟹。所以我们前几天吃过螃蟹，就不是对。然后我们另外点了一个是那个鲍鱼的海鲜方便面。哇，辣吗？辣，这个叫做辛拉面。哦，很赞吗？很赞吗？耶，加了鲍鱼的方便面。哟，我们来到哪里？三餐豆文化村。台北金城寺。台北金城寺。哦，有没有？你看那边有多漂亮？超美的，甘川洞文化村。而且它入口有一个超漂亮的咖啡厅，哎，这是我最期待的，因为我上网查到就是，哎，超大，就在入口处，大家要找的话很好找，哎。超适合拍照的地方，欸，超美的！你看现在后面那个山岚吗？它后面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，很美耶。建议大家其实是直接搭电车上来，嗯，15分钟折合台币在120块哦，很近。可是如果你搭地铁，还要在转公车，还要爬坡，其实会蛮累。好，拍个照。好，我们现在。要来体验韩服，然后这边是算一个小时。你有穿过韩服吗？有，10年前我们结婚了，我在韩国穿的时候。对，我穿的是结婚正式服装，那这个就是一般韩服，它分一个小时跟两个小时。对，一个小时多少钱？差不多390块台币。290啦。哦，290块，所以两个小时多少？好像更便宜哦，是吗？嗯，就是如果你是一次租两个小时，所以就等于是一个小时穿完马上要拍照，对，一个小时够了啦。可是我的女生比较划算，因为她还可以帮你稍微扎个头发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扎过。她说男生，我是已经扎好了。她说男生就是只能等你们换完，我们就随便。我是已经扎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那你就是 ready 了，而且毕竟你本身带了妆发师来。哎，对，她今天全部绑头发，妆是我自己画。你想换韩服吗？要。你想穿哪一种？那我想问你。飞镖的。你要穿帅帅的吗？不要爬在地上。那你要很长的那种，还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蓝色，那等下帮你找吧。哦，你就长得你自己就是像像只大胖子鸡。我拿拜托，换我拿了。好，给你拿。琪琪，换我拿了。真，小心一点。换我拿的。你讲话啊！嗨，琪琪，琪琪，琪琪，你拍你自己。你看到？你怎么偷用别人的发型？你怎么偷用别人的发型？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个费用我等下报给你。拍发票吗？讲话。看，好贵，好贵。我不讲话。啊啊！太近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讲话。请问一下，你要跳天鹅湖吗？刚刚？哦，哪是这样唱啊？是吗？你像微性感哎。对，好害羞。我可以在镜头前面跳吗？可以。你看黄标吗？不录了，不录了。太搞了！别拍了，安东哟，中奖了吗？我觉得这家店很特别，他根本不给你选，他规定的。对。欧巴一个。我本来要你这样的。二三三，
한번일찍전화왔는데한번일찍他怎样？他刚刚说哈斯莫，他说肚子太小，怎么怎么，还要减，还要减，肚子太大了啦。老板想说我们这间店衣服已经够大件了，竟然你还穿不下。来，这是老板娘的盘子。哇，你眼光算很好，一条条的老板娘的。那我觉得我今天要偏素啦，但是我觉得桃红很亮，但样式偏素。小妹，姐姐，因为她的金色比较多。对啊，你是二姐，我是二姐吗？这样是二姐。你是比较像 Elsa， 我是 Elsa， 手错红了。怎么样，会很紧吗？他刚本来问我要不要穿那个金色的 Korea King 的衣服。嗯，啊要吗？他穿两万，我就不要。啊，为什么不？因为干活太贵了。哈哈。哪个大比较大件？好可怜，要挑衣服还不能挑喜欢颜色，要挑哪一个大件？穿好衣服啦！穿好衣服啦！穿好衣服啦！哎呀，哎呦！我踩不可能，我才刚录一秒就跌倒吧？没录到吧？好像有呀、欸。我是因为我想要学，就是她是妈妈，然后我要蹲得很低走啊，我踩到我自己，好重哦。你有这么好？这个链子甩到！天哪，这个开场你没有看到吧？有啊！你根本不抓起来，没有吧？穿好衣服啦！穿好衣服啦！穿好衣服啦！你要确定呢、欸？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的口红上面被牙齿染到色，这个给我剪掉了吧？对。你怎么换了衣服脸变这么臭啊？太热了，他不让我脱衣服换，我现在整个像在三温暖。而且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你换了一段衣服之后这边长了一个痘痘。哇、欸、没事，太快了吧。而且就是刚刚要不要挤掉啊？哪里阿尼亚西欧阿西路成正一米达这样讲吗？成正一米达阿尼亚西欧胖高我有阿尼亚西欧胖高我有我有，谢谢我小。我要初恋了。我真的真的初恋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甘川洞文化村，然后这边沿路有那种可以逛的那种文创小物啊，拍贴机啊，然后一直有人找我们拍照啊。而且穿这个韩服站一直跟大家拍照也算是蛮特别的体验。然后我们要去找那个最有名的小王子，然后去排那个小王子，准备跟小王子拍照。耶、yeah. ！小王子还大、啊，哥哥是大王子哎。妈妈在哪？车子来了，哇哦，背影杀手哎。你先过来，人家在拍照。你先出来，过来，等下再换你。哇，好凶！先去牵手，然后我在你们互看的时候就互看。现在变得快快，我要拍你们。好痛哦！不可能有人跌倒两次吧？对啊，狂按一下哎。写昨天的我终于可以下定决心，想的梦不再只是说说而已，不为谁找原因，不为谁去证明，只是我不想某天后悔，默契写着陪伴着我每个真心给